老铁们，今天继续挑战一个羊头，龙头狼。嗯，薯条，饺子，明天啊，老铁们喜欢我的给我点点关注啊，谢谢了啊。肘子，来点葱花。哇塞！大家好，我是小鸭，很高兴和你们在此相遇。刷到此视频就是缘分，一个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支持。这个视频拜托您帮我点个免费的小红心吧，小鸭在这里非常感谢大家，谢谢。走走皮。老铁们，今天挑战一个羊头啊！又挑战了，又挑战了，这还没做呢。老铁们，这是我四哥，我家哥娃嘛，这是我四哥的儿子。我跟你说，从十六岁我给带出来当厨师的，别自己顾着吃，也得过来整点啊。嗯，把下巴壳再削了，整个掰下来。嗯，要来这，哎呦，这大肉削。嗯，你吃吧，你吃头条了，我吃大肉吧。哎呦啊，哎呀，我四哥这儿子多好啊，对谁都家家外爱都行啊。尤其是那个，哎呦，
肉真香，糊啊！你慢点吃，别着急，好好吃。导演们肯定给你个红心，肯定给你个关注啊！嗯，哇，嗯嗯，走吧，你吃，你吃，你吃。这我就不给你了，我自己倒了。还得咋整啊？我这啊，嗯，我家吃完了。我四哥的孩子哈，16岁我就带出来学厨师的，这都啥做的？嗯，现在担任我另外一个店的厨师长啊，厨师长现在做菜做得好，人干净。哇，兄弟们给红心啊！嗯，嗯，太香了嘛，太香。嗯，走吧，走吧，没用。你吃这个，我吃这个。杨老给你，我吃这个，你去吧。啊，真香。加油啊！猪头，半壁江山。是猪鼻子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鸭，很高兴和你们在此相遇。刷到此视频就是缘分，一个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支持。这个视频拜托您帮我点个免费的小红心吧，小鸭在这里非常的感谢大家。吃拌蒜，这块好多猪毛啊，这都是骨头啊，老铁们，今天继续挑战吃棒羊头啊！嗯，对，一个吃不了就吃饭，主持一个吃吃不进去啊，老铁啊，确实就正常吃一个人吃不进去羊头啊，就说你小孩他就是吃饭。这小伙是我四哥家的孩子，我家我说了我家哥八，我排行老八嘛，他爸是排行老四，我四哥家孩子，我四哥呀，从小我跟我四哥超级好，我四哥管我学习。我四哥毛笔字、钢笔字、水笔写的特别好。我记得我小时候懂事的时候，我四哥就是不停的在写字儿。只要他不干活了，我爸妈不让干活了，只要闲下来他就写字儿，就是有一嘎空隙地方，他把字写都写满啊，满屋都是他写的字儿啊。我四哥的，所以说心特别干净，特别干净。我四哥这个儿子呢，也是人是非常的好啊，就是脾气不好啊，但是人非常仁义，非常仗义。嗯，别着急，慢慢吃。龙头，那肯定给你个红心，给个观众来，这是不是？加油啊！看你们吃一个羊头，吃半个羊头都有点费劲啊，因为我们在后厨成天烟熏火燎啊，
啊，官方呢，那给个推个流，官方啊，吃虾肉，吃一个，实在吃不了，这半个还可以啊，官方给推个流，这大耳朵最香的，所以说我家哥娃，所以说我作为长辈，我得帮我一会儿侄儿，给他往出带，学手艺，帮他们就是方方面面去打拼的是吧？得让他们日子过起来呀，我自个别省心了，是不是？这没劲儿，这是没劲，没劲儿，不能浪费啊，全得吃。对，这样的这个老姐妹肯定给你红心，肯定给你关注。没劲儿，那就是好玩儿啊。这掺点儿，咱不能浪费呀，咱是啥家庭不知道，咱不能浪费呀。感谢啊，感谢光华，谢谢我叔啊，感谢给个双击，给个红心啊。麻辣羊头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鸭，很高兴和你们在此相遇。刷到此视频就是缘分，一个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鼓励和支持。这个视频拜托您帮我点个免费的小红心吧，小鸭在这里非常的感谢大家，谢谢。羊舌羊眼，再来一个中脑花，不是，是羊脑花，吃错了。拜拜，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老铁们，今天继续挑战吃羊头，吃一个给我点点红心啊，谢谢了啊。今天我狠点，羊头上口条是最好的，我给你来一口吞，给我红烧的，
这越来越绝活。老铁们喜欢我的，多点点关注啊！谢谢。香辣猪笼骨。